这边真的很适合养老，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我爸妈说他们都好想来玩啊。上次不知道谁推荐我来北投市场，谁说西门很破旧，想来他定居。好想来西一趟，这该死的疫情。哪里传来的魔性笑声？我仔细一看，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。发现阿妈们真的比我们还会玩，自愧不如啊！他们真的太可爱了，只要心态年轻。女人十八一枝花，好羡慕，好像我以后等我四五十岁了也能像他们这样。手机放地上拍，就为了这种效果。真的太佩服阿妈们的拍照技巧了。我一次又一次尝试美美拍照，但是淡水的风不允许我这么做呀。多情淡水，我也来浅浅拍个照。有谁能不爱淡水河呢？没有。突然发现此时在唱《一帘幽梦》。淡水就是一个美到不行的地方，风大雨大是它的常态。虽然天气不太好，但晴空万里的时候还是很适合到处走走的。哎，发现一对有爱的母子。为什么说台北生活总给我温暖和感动？更多的感动是我在生活中发现的小确幸。他其实拎着有点吃力。那我暂且就先叫她 KFC 女孩。那她就是小小车男孩和他老妈。这对双胞胎姐妹正在为对方慢慢戴上口罩呢。捷运中山站附近是我平时最爱来的地方，虽然前面是百货公司，但我不爱逛百货公司，我就喜欢往后面走。一个城市的秘密就藏在它的小巷子里。突然发现有一个人，他在画画啊，我走上前看一下。我在他旁边站了好久啊，静静地看他画着。1 hour later， 我先去旁边逛了一圈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大部分完成了。要让这样一个人如此悠闲地在城市中作画，记录下此刻的美好，足以见得台北街头巷弄的生活味。台北市民的惬意午后。计划一下我们等一下要去哪边，是和闺蜜喝奶茶聊天呢，还是坐在长椅上享受一下午后的阳光。连路边的小猫都如此悠闲。如果天气晴，我可以每天来。妈妈，这边下午来走一走真的太舒服了。我妈说她好想来啊。谁说台北没有高楼？因为你印象中肯定只有台北101吧。又来到西门町。我一直不理解的是，很多人都说西门町很破旧，然后说从小到大它一直都是这样，一直都没有变。但是我觉得吧，可以说它旧，但是真的不能说破呀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有味道，它每一个巷弄，每一个招牌，每一个人，应该说人走在这边都能散发出迷人的复古味。我不仅没有觉得它旧，还觉得这边不论白天夜晚拍照都各有感觉，都特别好看。这家阿宗面线我也真的无法理解。虽然我上次说过我不喜欢阿宗面线，但是仅代表我个人的想法，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它的。生意还是很好，还是很好，就是每个人口味还是不同的。我的看法仅代表我个人观点，不要吐槽我。猜猜看这是哪里？因为都知道我喜欢逛传统市场嘛。然后上次不知道谁让我来一下北投市场，没想到我真的炫过来了吧。
但是那天我去的有点晚了，很多店都没有开门。但是呢，我也去简单探索了一下。那天的阳光可真好呀。这边有几家古早味红茶特别有名，虽然没什么店开门，我也没有想买的东西，但是我就这么走一圈，我心情就会特别好，因为不仅可以看到可爱的小狗、新鲜的水果，还有接地气的人们、悠闲自在的老板。我就这么漫无目的走啊，这个阳光晒得我有点想睡觉。但却总能被吆喝声给惊醒。妈妈，这个市场真的很好逛，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。我妈说她好想来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知道这是哪吗？对呀，就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淡水了。傍晚的时候，美是真的美，风呢也是真的大。妈妈，这淡水的落日真太美了，这风太大。我妈说她好想来西一趟，西就是方言玩的意思，就是好想来淡水玩啊。我也想做你们的导游。虽然，但是这个地方总能给我一种生活的归属感。无论是街头卖古早味的阿嬷，还是不知名的街头歌手，为了想吃的美食，愿意排很久很久的队。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模样吧。还有我最爱的萧沟，但是生活还是有太多的不可预料。虽然有点难过，被狗狗凶了，但因这件事我又好了。妈妈，我刚才帮了一个姐姐。这个吗？他是一个披萨外送员，车子突然遇到状况。推一下，往前快推。我用力。可以啊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我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，发现他还是发动不起来。看他稳稳的走了，那我心里踏实了。我记得我爸跟我说过，台湾的人情味就是体现在对人的善意上。确实，生活气息满满的，人情味也足足的，所以我爸妈才会一次又一次说，好想来西亚。Baby, staring at my halo, staring, what a way to eat glow.